我们都是腿比较长。这是要干嘛？他们好多置景啊，我们都没有啊。你看那个桥，大家在一起，在那个球上来回来去。他们这置景弄得好有想法哦。嗯，这景很大耶，感觉是巨资的感觉。然后我们俩几个破灯。这个就是偏心，你们得提意见。下一次有什么要求，就我们要置景，复杂的。好了，道具老师，你们好了就可以撤了啊！谢谢，来，我准备。太有想法了，这景大的，羡慕。灯光很漂亮，嗯，很多变化。对呀，对呀，嗯。